台北市政府警察局、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。 跑出好的成绩，欢迎到了41个国家，总共有2000名国外的跑者一起来到台北，跟我们大家一起用双脚来感受台北的城市之美。 4 3 2 1 出发！同学，请说明将我们狼贵宾为大会一个手，现在是42K全程马拉松的选手们加油！ 这里是长荣2023城市观光马拉松，今天出发是全程马拉松，加油！希望今天玩得很开心，过自己 PB， break the record， and hold your personal best right here today。谢谢啊，在我们局长，我们请空服员帮你保管一下，杨怡龙列车长。 好，配速2 10 minutes。那欢迎刘振信列车长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两位盈利软人，我们的精英选手跟大家一起跑。那第一排选手们，请务必要慢慢出发，因为如果你跌倒的话，转向后看很重要的 sign， 千万不要跌倒了。当然，最开始2 1 21K，We have a go。 我希望有你有很好的成绩，跑得愉快，享受台北的分多金。
看一下哦。
今天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好吧？时间，这个训练老师。